桃园市嘅新村民人口超过300,000人，难怪地铁桃园站嘅后站，大家讲系义工韩国新村民嘅交流中心。为咗为本新村民韩国义工朋友第两个时节，有韩卡多嘅义务有韩嘅政策，桃园市强人桥斧头菜铁嘅强村嘅团队，系用东南亚主题书店梦见书店来做新村民义务嘅议题，来打造义工同菜铁共融嘅示范形态。看到十公人无看到嘅燕南树，新村民突然半动半喜，突然半讲，也嘅梦见树间收来记下过语言嘅树同小说，记得来到书店，就想赚到包一只穷样，钱难拿嘅。让我感觉好像一个在我国家一样，就是我看得到那个东南亚的书店，然后让我回到好像啊我在越南一样。以书的形式让这里再可以提供一些阅读，那阅读之外也可以进行讨论，让大家其实不会是只有说汲汲营营于生活。桃园市强人口讲要摆铺头，是希望强创团队关心咖啡同菜厅人文。地头也好赞，微信出名开的东南亚书店，提供新出名同当地民众交流，而相互很快了解各国的文化内涵。其实是希望能够带动一些地方创生，或者是年轻怎么样去活络这个桃园后站。那更多的时候，这个基地它其实是凝聚大专院校，还有高中职校，怎么样去认识新住民或移工的议题。梦见书间讲，一下收的80东南亚国家有1,000人本各种的书，提供新村民同义工休闲一托的空间。除了啲校长王杰唱歌以外，还有书店好戏，做得啲各国嘅图书当中，温馨心灵，前度对其他国家文史嘅感通同心照。记者罗文泰桃园报道。